去学想要的东西吧。他是学校的老师吗？趁着难得有时间，我们去那里转转，长长见识。你小子这是中大奖了。不大对劲，小心行事。经营各种和魂师、魂导师相关的物品，这里本身就是一家大型店铺。这是什么魂导器啊？他上当了！他的魂力怎么不受我的武魂的影响？